堵车，我都怕我接不上你。黎明，好久不见。你还好吗？你认识啊？毛毛，钱老板。你说他就是你那个钱老板陆总啊？哎，他旁边那个人是他女朋友吗？感觉还挺好看哎。哎，不是，你不说这人不怎么地吗？老天也太不公平了吧！他这种人都能找女朋友。行，走，打车去。随便坐。哇，这边景色很好哎。嗯，景色还可以。也是你的风格。我的风格？什么风格？黑、白、灰。我看你平时也不怎么做饭吧？啊，我也没时间做饭。对了，你喝点什么？咖啡吧。这个点喝咖啡，那你还能睡着觉吗？平时喝习惯了，而且有时差，这个点儿不喝也睡不着。嗯，行，我给你弄。一梦，你稍等一下。你以前不是都叫我梦姐吗？怎么改口了？你不都是小时候的事儿了吗？这咖啡机好像不太好使。我没事，我喝什么都行。坐了这么久的飞机，我先去换身衣服。好，你去吧，我研究一下。是这个吗？谢谢，是的。萌萌，这房它真挺好哎。嗯，你看这装修家电都挺高档的，多少钱一个月啊？要不我跟老何也在这小区租一个吧？哎呀，我这个价格你可能是拿不到了，因为这是我老板的房子，他打车租给我的。是吗？那看来你这老板挺赏识你啊。嗯。喂，喂，你忙。我家那个咖啡机怎么用啊？就你帮我买那台。你晚上不是不喝咖啡吗？哦，我招待一个朋友。喂，听到了吗？啊，我听着呢。咖啡机说明书就在橱柜的抽屉里，你拿出来自己照着做吧。抽屉这么多抽屉，我上哪儿找去啊？哎，你就教我你之前给我泡的那种就行。我之前泡的是手冲咖啡，不是用咖啡机做的。手冲咖啡？那这要怎么弄啊？哎，你这样啊，你别管啊，你慢慢跟我说啊，一步一步告诉我啊。你用沸水冲洗一下过滤纸，然后呢？预热一下咖啡壶。你再把咖啡粉均匀地铺在上面。你第一次冲水的时候，要让它先闷一会儿，把咖啡的香味萃取出来。再分两到三次冲泡，要顺时针慢慢倒水，需要一点耐心。怎么这么麻烦啊？那直接冲不行吗？陆总，您要是着急就喝速溶吧。行了，我知道了啊，谢了。美容仪吧，在箱子里。嗯。
这个。谢谢。毛毛，我跟你说，这个美容仪还挺好用的，我感觉提拉效果还挺好的。开。喂。喂，你忙。你之前用的那种糖在哪儿啊？应该是放在餐厅的食品柜里了吧？哎，找了，挂了啊。毛毛，谁呀？大晚上一遍遍给你打电话。一个同事。男同事女同事啊？要你管。哎呀呀。跟你在一起感觉又回到了大学的时候。是的呀。给。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我把奶茶洒了一辈子，结果只能给你挤着吃？你也好意思说这样的情况少了吗？还有一次，你跟老何吵架，你把自己给灌大了，然后就把自己床吐了一。啊！然后就过来挤我，你我知道，知不知道那天晚上你一直踹床磨牙，这样骂人，我都没有睡好觉。嗯。尝一下，我第一次弄，也不知道你能不能喝得惯。第一次啊，我尝尝。怎么样？挺香的。真的？别喝了，我去给你买一杯吧。不用，你都累了一天了。那我去给你收拾一下房间。瞧你这手忙脚乱的。还是我来吧，我来，来呢，歇会儿。吃这个，我最近睡得不太好，没事的，放心。石总，这是莫比项目的调研报告，您看看。这么快啊？哎，陆总知道这个项目吗？不知道，要不你去问一下，看他愿不愿意一起投。据我所知，这类项目不在陆总的投资领域里。之前我在金明资本的时候，陆总就拒绝过健身类的项目。以前拒绝并不代表永远拒绝啊。而且他很欣赏你的能力，说不定你做项目他会感兴趣呢。石总，说实话，其实我们是有能力拉到 LP 的。这样的话，英石在项目里的话语权也更大一些，没必要非得拉着陆总做双 GP。这个陆总啊，他的经验丰富，即使他不投的话，听听他的意见也是好的呀。你去找他聊聊。介绍一下项目，有困难吗？没有，我去试试。
梅梅，来给穆姐接风来了，不是让你晃悠晃悠工作，你歇会儿。就是，能把你手机放下。真是。来吧，我们为了梦姐回家再干一杯，来，干杯！谢谢你，欢迎梦姐。谢谢。哎，梦姐，你这个戒指好特别啊，这是国外设计师品牌吗？这个华人设计师是我朋友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推给你。好啊好啊，谢谢梦姐。梦姐，这次回来待多久啊？嗯，还没定，我想多住一段日子。对，多住一段时间，我觉得你可以回国发展。这两年国内的当代艺术市场发展特别好，再说了，国外哪有国内热闹，是不是？你瞎掺和什么呀？人家梦姐在国外待了那么长时间，事业什么都有根基了，哪能说回来就回来？是吧，梦姐？梦姐，你和你男朋友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啊，我就听明明提的。有没有照片什么的？我想看一下，我想看什么样的男生能配得上我的女神。哎呀，怎么那么八卦？吃饭，来吃点。嗯，谢谢。其实回国发展也是个挺不错的选择，而且这几年国内的当代艺术发展市场也确实挺不错的。嗯，国内商业化程度也蛮高的。我有个朋友就是做艺术品收藏，做的还不错，我打算投一下。哎呀，别瞎投，喜欢什么买回来，咱挂家里看，是吧？曾宇航，是谁说无条件支持我的事业的？支持，支持。你趁梦姐回来，你多学学习，也熏陶熏陶。这还差不多。你们俩是不是？明明没和你说吗？他们俩臭味相投，在一块儿了。谁臭味相投了？哎呀，他整天摆臭脸，他最臭。嗯。我在出国之前就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，而且从小就认识，也算是青梅竹马了。那可不，孽缘呀。从小就拉着我过家家，这过着过着还真过一块儿去了。你来来来，恭喜你们俩两小无猜，修成正果。谢谢。来，青梅竹马就这点好，知根知底，心里踏实。嗯，梦姐，你和明明不也从小一起长到大吗？梦姐，你是不知道啊，我听航航说，自从你去了国外之后，那明明可是每天……哎，你吃点，吃点，再吃点。他每天怎么了？啊？他长大了不少。对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好。我也去，我去补个妆。你给甜甜发个微信，让她不要乱讲话。哎，你放心吧，他俩去洗手间化妆，除了聊化妆品，不能聊别的。我说你小子平时对我们吆五喝六的，这个梦姐面前跟个小绵羊似的呢。别废话。这菜是不合梦姐胃口啊，要不然点点别的。应该不是因为这个。会不会是倒时差呢？不太舒服。我觉得有点不太对。那我要不要帮你打听打听？我在美国的朋友可以帮上忙。好。哎，小杨。哎，刘姐。那个，陆总最近忙吗？怎么了？啊，我这有个项目想跟他聊一下，但是我给他发了项目书，他到现在都没回。陆总这几天特奇怪，每天来公司点个卯就走了。那谁要是想找陆总，都得提前约时间。陆总最近是在忙什么新项目吗？应该不
是吧？什么项目需要他自己亲自往外跑呀？姐，你说陆总是不是有什么情况啊？什么情况？哎呀，也不对，陆总也不是个恋爱脑啊。小杨，我这事儿还挺急的，你帮我约一下他的时间吧，我跟他见面聊，越快越好。陆总，坐。是这样的，石总让我过来跟您说一下，我们最近接触了一个新项目。哎，宁王，这个外卖软件能不能多留一个备用号码？可以啊。那两家店铺的外卖能不能一起付款？不可以。我不太会弄，你帮我弄。弄好了吗？没事。好了。嗯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刚才说的什么？不好意思。这个莫比健身器材，我们调研了一下，它比市面上其他品牌多了一点优势，就是它那个折叠。喂，喂，陆明明，梦姐的事儿我给你打听了啊。她这次回国，可能是因为分手。她跟那个男的都谈了好几年了，都快订婚了。这一分手，可能对梦姐打击有点大呀。具体怎么回事？我朋友也不可能知道这么细啊。哎，你说。这么一闹，孟姐还回美国吗？哎，柠檬，下班了。哎，江总。哎。哦，对了，你们陆总把那个莫比健身项目发给我，让我帮忙看看。他这两天可能忙，没时间。嗯，他最近好像挺忙的。唉，是啊，国外回来个朋友，他得多陪陪人家。曾总，哎，有个事儿，我想问问。回来了，是啊。我给你点的吃的不好吃啊？啊，不是，我可能倒时差吧，没什么胃口。那总得垫点东西啊。这饭菜都凉了。我去再给你买一点吧。好，不用了。要不买点泡面吧。泡面啊？在国外的时候经常想吃这里的泡面。小时候啊，为吃一碗泡面，跟你爸你妈斗智斗勇的。越是难得吃一回，就越觉得那是美味佳肴。我也挺怀念那个时候的。哎，软了。
等一会儿吧。又送过来了，我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了，这想来想去只能放在你们这边。没事，姨妈听说弟弟要来可高兴了，是不是啊？不要着急哦。着什么急？我才不想吃呢。好看吗？丑。不好看吗？比上次进步点了。那我再改改吧。从小学到高中，都是梦姐陪着她慢慢长大的。特别是她爸妈分开之后，也就只有梦姐能陪陪她。高中的时候，梦姐去纽约学艺术，这对陆咪咪的打击特别大。那她没有表白吗？说了，还是在梦姐临走的前一天，我怂恿她去说的。可是梦姐觉得她还是个孩子，说的都是孩子话，根本没当回事儿。所以这么多年她一直在等他。嗯。你说这人怎么这么轴啊？我劝过她多少次了，可你猜她怎么？他说：“是梦姐陪着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孤独、绝望的那些年，我愿意等她。等她回过神来看到我的时候，不再像是看到一个小孩，而是看到一个男人。冤枉。”你们没事吧？没有。现在梦姐回来了，我想她应该能看到她了，挺好。那个，时间也不早了。我就先回去了，还有好多工作呢。行，加油，我送你。谢谢谢谢，不用不用。你忙。那个，也许我把这些都告诉你，也是做了一件对的事儿。谢谢。
点个宵夜吧。萌萌，你想吃什么？烧烤。哎呀，你点吧，我不吃了。萌萌，你从回来就一直在闷闷的，到底怎么了？我可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你有什么事你要跟我说。就算我帮不上忙，我也可以当个倾听者吧。就是项目上那点事儿，老板想要找战略合作的公司一起投，但是对方呢一直没给我消息，我这项目也推进不下去。哎，你工作上的事情我还真不太懂，但我为什么觉得你最近这状态不是因为工作呀？不回你消息的人不会是陆景明吧？你不说我都猜到了。自从上次在机场你看到他和那个女孩在一起，你就不太高兴。还有大晚上的莫名其妙电话，你以前工作上遇到再大的困扰，你也不会是现在这个状态呀。萌萌，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不说话，不说话就是默认。哎，所以上次你说你跟别人亲上了，就是他吧？那是个意外，就不小心碰到了，就真的很不小心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亲嘴是意外，心动不是意外。也是。我就特别搞不明白，像他这种人，自大又幼稚，脾气又臭，我怎么就……你怎么就……你知道吗？你越这么说，越说明你喜欢他。可是我不可以。是因为机场那个大美女吗？我刚刚才知道，那是他的青梅竹马。那个女生是陆景明的白月光，陆景明一直在等她这么多年。天哪，没想到她还是个痴情种子。哎呀，既然不可能，那趁早断了吧，趁着现在还只有一点点的心动，还来得及。嗯，我知道。但是你跟他在工作上是不是还有交集啊？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吗？我现在就希望他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，不要投，不要再让我看见，让我离他远远的吧。恩死了。喝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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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烧烤呢？你不是不要吗？我说不要你就不点啊。在路上。
怎么又喝酒？我最近一直睡不好，喝点酒好睡觉。没事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透透气。我也睡不着，我陪你一块儿透气。其实，你也不用在我面前掩饰。你都知道了。我只知道一个大概吧。到底怎么了？我。很多事情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讲得清楚的，而且我也不想去回忆那些事儿。那要不我帮你去教育教育，是真的。你别说傻话，都过去了。我以为都过去了，我相信只要时间过去，我就会把一切都忘了，一切都会好的。要是想哭就哭吧，哭出来能舒服一点。我以为我会很坚强的，我以为只要回到这个熟悉的环境，见到熟悉的朋友，我就会慢慢好起来。可是我没想到那么难熬，我真的不想让你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。你是不是觉得我挺可笑的？可笑吗？你想，我笑话谁都不能笑话你。哎呦，我这兜里也没带纸，要不然我摘片叶子你擦擦眼泪。我这个人真不太会安慰人。明明，谢谢你，有你陪在我身边，我真的觉得特别的踏实。等过段时间缓过来一点，你要是想找一个人倾诉的话，我随时都愿意听。谢谢你啊。今天会议就到这儿。
柠檬，莫比那项目陆总给反馈了没有？还没有呢。还没给啊？我觉得你去他公司堵堵他，让他早点给。这样好吗？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催他呀？就是在催啊。咱们要找人合作，当然要主动点了。好。小杨，你帮我约一下陆总的时间吧。小杨，柠檬姐，进。陆总，坐。你是来问我莫比项目的事儿吧？对。项目书我已经看过了，我觉得没什么意思，还麻烦你跟石总说一下，这个项目我们就不投了。好的。你都不想问一下为什么吗？一定有您的理由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你忙。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啊。通常你不开心的时候，你会做点什么事儿让心情好一点？我就听听笑话，听听段子，上网看看脱口秀什么的，笑一笑，心情就好了。哎，你能不能教我几个笑话？就像上一回我们在凤凰家坊食堂里你给我讲笑话，就那种。你上网找找吧，网上什么都有。走了。陆总没有别的意见吗？没有。这个赛道是小了点儿，这从市场角度来说的话，这莫比这个产品可能比较难引起消费热点。要不你吗？咱们就先把这项目放一放。石总，其实现在大家的健康意识都越来越高了，所以健身市场还是有机会的。那至于消费热点，我们可以从产品的设计上。你这些都跟陆总聊过没有？陆总可能最近比较忙吧，他就只告诉了我结论。陆总不是一直都很忙吗？这次怎么连讨论的机会都没有啊？你跟陆总是不是闹矛盾了？没有，石总，我们会不会有点太过依赖陆总的判断了？陆总是我的战略合作伙伴，他的意见我当然要参考了。我不反对我们参考陆总的意见，但我觉得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判断。柠檬啊，投资这行呢，需要资金、资源，还有经验。资源我有，但是经验是我的短板。要累积经验呢，需要很漫长的时间，而且要付很多的学费啊。所以在公司初创期，如果能遇到一家有经验的公司一起合作，给咱们指指方向，那咱们公司就能够迅速成长啊。石总，一直以来
您对我的青睐和照顾，是因为我和陆总的关系吗？什么颜色都有光泽。